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 JJ 休斯顿房评。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房子是一套525,000美金的十分学区的一套非常装饰的非常好、装修的也很好的房子。这个房子的税一年差不多14,000美金左右，但它的税率已经不算是新房的那种税率的，已经开始降了。这个房子是建于2011年的，是非常好的高中、非常好的小学、非常好的初中啊，又离亚洲人生活的这些区域非常的近，因为这是在休斯顿 Katy 非常中心的一个社区里面。我们今天先来看这个房子，但是我在拍的时候，这个房子实际上已经接到 offer 了。今天上市刚第一天就已经接到 offer 了。像这种装饰比较精致的房子是比较受欢迎的，也是比较多的买家喜欢的。不管怎么样，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房子。如果您对休斯顿地产感兴趣，欢迎加我微信，关注我微博，联系我。我是 JJ， 我们下期再见啦。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房子是一套在 Cul-de-sac 的位置，非常静谧的学区，又非常好的一套房子。这个房子是2011年建的。是这样子的，因为我是下午来拍，然后感觉阳光没有说非常的晒。你看它是三车库，并排三车库，一个小一点的，两个连在一起的，是这样的。然后门口两棵非常漂亮的这样的树，主人非常讲究。房子里弄得很美，门口一个小花，当然这些东西不留下哈，花不留下，人家会搬走。种在门口的所有的花肯定都是留下的。一打开门就是这样的感觉。哇，很美很精致。右手边是一个书房，房间都做了实木百叶窗，全部都是实木的地板，弄得非常好。然后再往右手边看，就是一个 dining room， 所有的灯都是比较精致的灯，包括窗帘做的也很精致。这些窗帘都是会留下的，灯也会留下，家具是不会留下的。要从这边看的院子还是很大的。从 dining room 可以去这个厨房，这样有一个通道，但是我们还是从门口开始看。再往前走呢，现在我们是没有开灯的情况下，再往前走呢，就是漂亮的厨房了，非常高端的大理石台面。哇，这个厨房弄得好美啊。这个房子的售价只有525,000美金，现在是他第一天上市，已经接到了 offer。确实，装饰好的房子特别抢手，50几万美金有泳池，而且所有的这些，比如炉灶吧，都是那种很贵的、升级的很好的炉灶，比如大理石，你看都是这种带一点脆的这种很美的这种感觉的大理石。然后呢，您再看楼，这个上面是有抽烟机的。而且外面是有烟道的，如果你想换中式抽烟机可以换掉。然后所有的橱柜都是这种金的把手，很漂亮。橱柜的这种金把手很显档次。这边是微波炉、烤箱，然后这边是 laundry room， 看一下啊，这样子的，放油盐酱醋之类的。这就是一个厨房，非常美的厨房。然后呢，再往这边看呢，就看到漂亮的客厅啦，高挑的客厅。如果我站在窗户这面拍，会显得更亮堂一些。厨房，然后客厅，这样子的。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它的早餐厅。早餐厅直接望出去就可以看到外面的泳池。
好，现在我们去它的主卧看一下。现在我们就到了主卧了。这个房子的主卧地毯是加厚的那种地毯，所以踩上去是很软的。然后主卧这边现在没有开灯，而且窗帘还有点拉上来了，但是还是依然很亮堂。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床也是一个 king 的床，所以主卧的面积还是很大的。然后呢，再往这边看就是主卧的洗手间。非常的宽敞，它两个洗手台之间的距离比较远，但是是没有这个化妆台的。这边是一个储物间，然后按摩浴缸，然后淋浴间，然后旁边是马桶间，再往里走就是它的衣帽间。看这个衣帽间还是挺大的，这样的感觉。这就是主卧洗手间的感觉。好，现在我们再出去看看外面。我们现在看看这边。往这边走呢，就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客人用的洗手间。比较精致的房子的一些特点就是，客人用的洗手间也会是有加装升级的。比如这一套客人用的洗手间的这个洗手台也是这种加装升级的洗手台。然后这边是马桶，包括您看它1楼客人用的洗手间这边也都是用的复合实木地板。然后这边就是洗衣房。洗衣房的这个位置呢，就是车库。一进来是有一个衣架，可以放换下来的鞋什么的。现在我们来车库看看。我们现在来到车库了。然后它这边是双车库，双车库的那个门，然后在那边，那边是第三个车库，就是这样子的，摆了好多杂物。哎，好，我们现在上楼上看看。它往楼上走就是地毯了，先脱个鞋。到楼上之后呢，它分了左右两边，我们先从右边看起。楼上的挑高是比较高的，楼上的这个挑高差不多有10个 feet 的高度，所以这是一个 game room。game room 往里走，有2个卧室，这边这个卧室是一个普通的一个 size 的一个卧室，然后再往旁边是另外一个卧室。整体的居住面积3800多尺，但每一个卧室都能放下一个 queen 的床，还是很工整的。然后包括这是客人用的客卧的洗手间，客卧的洗手间的面积也是比较大的。然后客卧洗手间的瓷砖啊，白色和黑色的搭配还是比较好的。但是你看楼上的这个卧室的这些的台面，它明显的就不如楼下的那些那么好看了。然后这个是衣帽。每一个卧室都是有 closet，只是我没有一个一个打开看。这是一个通往侧面阁楼的一个门，然后每一个卧室的窗户基本上朝这一面的全都是实木百叶窗。好，这个完全可以是男孩子的空间，包括您看到现在 game room 那边也是实木百叶窗。再往这边走呢，就是另外一个卧室，这也是客人用的一个卧室。它这边的卧室就不是实木百叶窗了，你看到这是一个这种的帘幔，这个帘幔也是定做的。虽然窗帘在中国并不是很贵，但是在美国窗帘还是挺贵的，因为一涉及到定做就不一样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卧室呢，是一个套间，
所以这个卧室的洗手间是在卧室里面的，明显的看得到这个套间的大理石台面啊，各方面都是有过升级的。然后这边呢，就是一个衣帽间。然后这边这个门也是一个这样的侧面阁楼。然后我再带大家看看这边哈，这里边，刚才我们说的这一边，哎，打开，这种储藏间。之所以有的时候我不会把所有的储藏间的门都打开，就是因为这些门太多了，打开多了会乱。还有一点值得说一点的，就是这个房子的这些门都是8尺的高门，你看这是一个高的大双开门，所以把空间直接独立出来了，在这个 game room 门口还是有一个这样的写字台的，用于女主人算账用的。好，现在我们去看一下它非常漂亮的后院。我们看一下后院。现在我们到了后院了，这个后院呢，它是一个在 cul de sac 的位置，所以它的后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方位并不是非常的大，但是它的绿化真的做得非常好。然后，但是您看在，它都把泳池放在这一面了，院子做得特别漂亮，特别规则。然后在这一面还是有一大块这个空间的，所以整体来看的话。整个占地是很大的，占地11000多尺，光做这个院子也小10万下不来，真的是一个很会享受生活的卖家。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套房子。如果您对这套房子感兴趣，欢迎加我微信、关注微博联系我，我是 JD。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房子所在的位置，大概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个房子位于休斯顿 Katy 这个区，非常，Katy 非常中心的位置的一套房子，建于2011年。我们现在看到的整体就是休斯顿的地图。我们现在简单的看一下，休斯顿就是这样一圈儿一环，两圈儿二环，第三圈儿三环这样的一个分布。总体来讲呢，东边都比西边要差一点，比较好的区都位于正西方、西南方还有西北。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块呢，就是 Katy 比较好的 Katy 南这个区域。然后我们今天介绍的就是 Katy 南最中心的这一个位置的一套房子，所以它的学区非常好，是一个满分的学区。在卫星图上就可以看得出来，有水有树啊，环境肯定是都是挺不错的。然后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房子，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看一下它到各个地方的距离大概是多少。比如说，我们现在先看一下。如果这个房子到休斯顿的 Chinatown 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差不多就是30分钟，而且现在还堵车，红红的部分表示他在堵车，因为我做视频的时候是下午的5点钟左右，正好是很堵的时候。那如果您再看一下它的 Uptown，就是比较繁华的商业中心，就是市中心繁华的商业中心的距离，差不多就在38分钟左右。如果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房子位于 Kitty 的亚洲城的距离，基本上就在十几分钟。为什么要十几分钟呢？其实很近，只不过是要穿过小区到亚洲城，所以小区的限速比较慢，就时间久一点，其实是很方便的。然后现在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Costco。现在我们指的这个位置就是 Costco，它跟亚洲城是非常近的，所以到亚洲城的距离也基，呃，到 Costco 的距离也基本上是十几分钟的样子。我们再近一点看一下现在这个位置。我们如果近一点看，我们今天介绍的这套房子呢，您就看得到这套房子的邻居。你看有水啊，有树啊，有绿色，就能看得出来它的社区还是很不错的。如果您只是去老美的超市，或者是周边的那种近的超市，比如说很近的沃尔玛，我们现在看一下。
比如说这边是一个新建的沃尔玛，地图上没有更新，但其实这个地方全都建好了。到这些地方的距离也就是几分钟，就到很大的一个 super 的沃尔玛，所以还是非常方便的，周围是非常完善的。